妖孽啊，何方妖孽？嗯，等下我先你我看一下啊，我去办办看一下你多少来的？好，121645 675121645675，对，你叫 Kelly 是吧？对，你是留学生是吧？嗯，对。这是头像是你吗？这个头像不是我，我头像不喜欢用自己照片。哦，可以的。这头像，你觉得你跟这个头像长得好看，还是你本人长得好看？我觉得我比头像好看一点。真的假的？你是留学生，你是往哪留的？我大学是在英国读的，然后研究生现在是在美国。很会装逼啊，小姐姐啊，欺负我、啊、欺负人，欺负我没读书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其实我小学文化，小学毕业。这么文化挺高啊，小姐姐啊。跟老板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。哎呀，文化人讲话就是不一样，一套一套的。哪有哪有？哎呀，一套一套的。那你现在读的是什么学校啊？我现在读的是就在那个麻州，在波士顿，我读的是波士顿大学。英国是在那个曼彻斯特、谢菲尔德、哈德斯菲尔德。啥玩意一套，我听都听不懂。就是一个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一个农村，然后一个镇上，然后一个很偏僻的小镇上面读的书就好了。流域是啥呀？兄弟们，流是什么是流域啊？流域是谁呀？啊？月是女优。我操！你们在搞什么鬼？你们是正经人吗？你们不是正经人吧？啊！我靠！上当了。小姐姐现在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啊？我现在是在国内，你在哪个地方啊？我在上海。上海啊，上海好对，啊。挺好的。你在哪里呀？我在杭州。杭州，哦，杭州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你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上海人。那你在上海干嘛呀？我在上海，我之前是在回来的时候有在上海隔离这么多天，然后就直接在上海租了房子。那你在上海租一个房子多少钱？一个月？5、6千吧。五六千块钱？哪来嗯。这么多钱呢，小姐？家里给的呀。你家是干啥的呀？这么难赚钱？我家是做医疗方面的。我靠，干医疗的都很挣钱的呀，小姐，缺嗯，对老象板，你吗？如果下次要整容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给你打折。我怎么整容呢？我把吴彦祖整成刘德华，是不是？那听你说你很帅喽，还好吧，还好。哦，你家是干整你容不的要是谦吧？虚嘛。嗯，对。那你应该肯定整过。嗯，我是有整过。你整过哪里呀？我整过好多地方，我想一下，我整过头发，整过眼睛，整过鼻子，整过嘴巴，反正全是没有一处没整过，你信吗？那你这么说，你是人造人呢你，小姐姐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真信啊？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凶啥？我说你是人造人，怎么是凶呢？啊！这哪里叫人造人？这叫后天的美。感谢古罗先生送的一个飞机啊，送的。电音小子，那可以啊，那你家挺有钱的，小姐姐。没有，普通家庭。你这个普通家庭，那我不是难民了。那我们两个首先差距就不一样，对吧？你是老板，我只是班上一个小陪玩，哎，我们两个的地位就已经体现了。那确实啊，那喊上爸爸听一下。
嗯，不行。那我的是你老板了，不听老板话是不是？老板不能这么欺负人的。那老板花钱不点单不欺负人，你自己长得帅就欺负我？不欺负人，那我点单干嘛呀？真的是。呵，你以为你长得帅不得了，就只会欺负人？那肯定要欺负人，不欺负人。你以为你声音好听就一定要欺负人吗？不欺负人。你以为你长得又帅又高？不欺负人，钱不白花了，那把钱退我。你别猴急啊。不是，那你当陪玩那图个啥呀？嗯，图一种乐趣吧，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很爱玩游戏，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玩。哦。有的时候想找人玩也找不到，所以就注册一下这个东西。哦，这么真实，那挺厉害的。嗯。嗯，打完这把，这不就能跟你打完这把的话，能不能发张照片在那个半半动态，我看看你长啥样？可以。可以啊，挺好的。那我看照片可以啊，嗯、但是你要杀十个以上，好不好？十个以上，小姐，你在瞧不起谁呢，小姐？嗯。啊。啊，我还以为你要说我过分了呢，我还正准备降低要求。我合肥第一，难道你居然让我杀十个人，小姐？我觉得你在侮辱我。你不是杭州的吗？我杭州的。对呀、啊。你现在在合肥是吧？我老家安徽的呀，咋了？哦，安徽人。安徽人咋了？安徽人挺好的。安徽我没有了解过。你老家哪里的？有跟安徽人有接触。我老家是重庆的。你老家重庆的是吧？对。可以的，小姐。重庆现在发展还挺不错的，讲道理。嗯，重庆直辖市好像现在都不叫那个北上广深了，叫北上余生。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红烧牛肉皮，我咋没听过？真的，前几天之前在别的地方上面看到的，差点就信了，小姐。嗯，老板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可以视频的，这个小姐，看一下这个小姐到底长什么样，到时候让她做一些健康的运动，看一下，可不可以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嗯，问题不大。嗯嗯。哎呀，歪歪的。那你现在来上海书不读了呀？我在上网课。你在哪里上网课？啊？我在家里上网课。在家里啊，可以的。怎么一直在我在问你问题呢？你一个陪玩，你不跟老板聊一些也感兴趣的话题吗？怎么一直在我找你聊呢？哦，啊，那我可以问你问题吗？你问呗，你怎么感觉都是我在跟你聊是啥呀？我在找话题，怎么？我觉得你声音好好听，然后你是不是长得很高啊？有没有1.8米？你怎么上来就问一个人身高呢，小姐？我觉得你很不尊重人呢。没有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些问题啊，你也可以问我呀。那你多高啊？哦，我1.65米。1.65米啊？对。1.65米还可以吧。嗯。你那个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来着？4-5千块吧，4000多，快5000块。上海，你在奉贤吗？上海这么便宜一个月？我在静安。静安啊，那郊区了呀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挺郊的。可以的啊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住的郊一点，我觉得住的郊一点安静一点，我不喜欢太吵吵闹闹的。你一个人住还是跟别人合租啊？合租啊？我一个人住。哎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要多惨有多惨。就是我回来的这两年，然后我就是我家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的这一种，过年我父母也不回来，就很惨。为什么呀？哎，因为他们工作忙呀。哦，你父母是整容医生是吧？嗯，他们不是医生。那他们是干啥呀？他们只是开医院的。我操，你在
搞什么呢，小姐姐？开医院的呀？哎呀，咋啦？有对象不？嗯，没有。没有啊？对，你有对象吗？我有，你气不气啊？我不气，我为什么要气？没有挖不到的墙角。挖不到墙角。嗯，你多大了？我22今年。那挺小的啊，挺小的。对，还好吧。22还好啊，挺小了，小姑娘。也算也不算小了，我觉得我记得我昨天才18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觉睡醒就22了，感觉时间过得好快。你大学学的是啥专业？我大学学的是社会管理。社会管理出来是干啥的？对，就是也就是管理系吧，反正就是商科。哦，出来准备继承家业是吧？管理一下。没有，哪有继承，我打算考公务员的。公务员好啊。对，公务员还可以。公务员好，挺好的。好费了啊，我感觉好费了，溜了。没事，我六级上面过来给你奶。挺好的。哎呦，咋了？他闪现把我杀了，好气啊！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其实老板，我觉得你想象力挺丰富的，你有点可以去写小说，我觉得。我写小说。对，为什么要写小说呢？你可以去写那个葫芦娃和爷爷的愉快生活的故事。为什么要写葫芦娃呢？你在暗示什么，小姐？暗示葫芦娃有七个。为什么不写？你有几个？葫芦娃有七个，那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呢？他不写吗？葫芦娃不一样，他白雪公主只有白雪公主，但葫芦娃他们有一个亲戚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啥呀？你猜呀。这七个葫芦娃常叫的他那个亲戚叫啥呀？我咋知道叫什么呀？叫 grandfather， 你知道吗？你把它翻译成中文好不好？能不能说中国话，小姐听不懂。啊，这个词不方便说中文，你说一定要你说才好。为什么我说呀？你真的想不起来吗？你好好想一下。我怀疑，小姐，我怀疑你在故意为难我，小姐。没有没有，我怎么敢？那喊啥呀？我咋知道喊？我怎么敢？哎呦，还好把它换了，不亏。叫啥呀？真的不知道吗？叫啥呀？叫爷爷。哎，爷爷在此。看嘛，我就说你占我便宜，你是只尝不买光占便宜吧？占便宜咋了？有便宜不占，非君子也。王八蛋。真的是。我觉得老板你好幽默啊。幽默吗？没有吧，还好吧，挺幽默的，然后也挺聊得来的。聊得来啊。不过你怎么还是0-0啊？你要杀十个才有照片哦。杀十个才有照片啊？可以啊。对，我现在还没有发力呢。真的吗？我怕我发力的时候可能你会顶不住。那要看你速度快不快了。一秒五刀，你说快不快？就一秒，好吧。小姐在国外还学会开车了，现在。啊。
我没有开车啊，刚刚那是开车嘛？你想多了吧？我确实想多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说的让老板想多了呀。让你浮想翩翩是吗？让我想多了呀。老板，你这个是病，你要治一下，让我用爱治愈你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石头人跑哪去了？我操，这石头人带飞，石头人怎么不见了？石头人可能回家了吧？我操了个爹，石头人回家了。等我拿第一个头。我你们打的下路打的热火朝天的呀，你们下路。啊。对，打的太厉害了。我怎么感觉这一把我贼鸡巴费蓝，没放啥技能蓝没了，我靠！别急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十六秒。问题不大，小姐姐，这把猜一下我能杀几个，小姐姐？猜对了有奖励吗？猜对了有奖励，猜错的话有惩罚。好。我们规定一个中间的数字，好吧？中间的数字啥意思？就是猜的话并不是一定要就那一个数字、啊、可以选，比如说你杀十五个到二十个这类数字之间。那你选十五个以上还是十五个以下？那这个决定权不是在你吗？那咋猜啊？那你猜吗？我就猜十五个以上，我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哇！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对，过来。哎，漂亮，没错，过来了就对了啊，双杀。嗯。怎么说，小姐，狠不狠？还有十三个，别着急。还有十三个。不是你猜的，你都没跟我说你我怎么猜呀？啊？你是说惩罚吗？还有奖励吗？有奖励啊，奖励你想要啥就给你来啥。我想看你的照片。你想看我照片呢？你想看我什么类型的照片呢？八块腹肌的照片你有吗？只要看腹肌啊，你们女孩子为什么只喜欢看腹肌呢？啊，其实主要是别的地方不能看。哦，女孩子为什么喜欢看腹肌呢？讲道理，男孩子喜欢看腿，女孩子喜欢看腹肌。对啊，这个就跟男孩子喜欢看腿，它是一个道理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那我的话，我要去练八块腹肌了，得。好呀，可以的，行。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没有是吧？我现在没有八块腹肌，但是我有六块腹肌。六块其实是最好的，说实话，对于男性的那个来说。哦，可以的，确实还行吧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凯因咋来了？这么贱！这么贱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老板，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女朋友做啥的？你这么关心老板的女朋友干嘛呀？关心一下还不行？这不是关心老板你的生活吗？老板的女朋友是做人吗？那谁的女朋友不是做人的？那不一定。好肉，这个人好肉，这个人带骸骨，真的肉。我来了，翻墙，翻墙，擦一下。我靠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情。来了，老弟，翻墙。六截屏 W 刮，哎，怎么说？来 ，A。老板，快快救我！我要死了，我可怜的小猫咪。哦。那你坐牢，坐牢。
那你之前的男朋友是做啥的？哦，我现在男朋友他也是学生。外国的吗？哦，不是外国人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人。有谈过那个外国的对象吗？有了解过一个，但是没有谈过，就是感觉什么思想啊、三观跟他们都不一致，就聊不到一块儿去。但是长得确实是很帅，哦、黑的还白的？肯定是白的呀。什么叫肯定是白的？有些女孩子喜欢黑的。那你女朋友喜欢黑的？你咋又聊到我女朋友了呢，小姐姐？啊，你是不是不当人？你要不当人的话，我要举报你了。没有，就是你有女朋友，我很酸。然后我又没有男朋友，就你有女朋友。很酸啊！我的女朋友是我的手，算吗？嗯。是你的手。嗯。你左手还是右手啊？双手。嗯。怀疑你在开车，并且我有证据。你什么意思？到底你个大眼怪啊！对，这个大眼怪他好烦啊！哎呦，这个臣妾是什么意思？这么不讲武德？怎么说？哎，波比，可以，漂亮，继续追，漂亮，好被动，继续追，开金钟罩，继续追。我操，漂亮，好活，被动 A 一下，死了 ，nice， 漂亮。嗯，我要来跟你了，我不想再瞎子坐牢了。我现在只杀了一个呀，我现在只杀三个呀，对吧？嗯。我为什么等级没有对面中路高呢？嗯。很难受。嗯。你今天多大了？你问几遍了，老板？你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啊？一直问。老板有点健忘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记性不太好。没关系，一般长得帅的记性都不好。为什么呀？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说实话，我感觉哈，就是一般长得帅的，然后女朋友都很多，然后他们也比较滥情，所以就经常容易把之前的就是开。就是容易忘记回忆，忘记感情，很容易就可以。我操，不用吧，我操！哎呦，救不了你！这么不讲武德吗？直接开大这个逼！嗯，上当了！石头人带 AP 的，后期你无敌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杀四个了，再见。还有十三，哦，还有十一个。嗯，很难受。嗯，无处可藏。来了。那对不起，我将要杀这个石头人了。石头人出 AP 是吧？那接下来让你石头人很肉的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秒杀。石头人很肉。你恐怕不知道我的伤害有多狠，他很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让，哎，等你跑一会儿。哇 ，nice。嗯，他很肉。凯隐呢？所以这就是一秒五刀，再肉也抵不过你这个刀。凯隐，我就说这个凯隐要来，溜了，来个了，嗯。嗯，老板，这把我要是猜对了，你能不能跟我说，能不能给我发你的照片，然后告诉我你的身材比例？你猜了啥了？我不知道你猜啥了。我猜的十五个以上啊。你猜十五个以上是吧？行。嗯。我知道了。但是你不能故意不杀十五个以上啊。
那决定权在我身上呀。那不行，我觉得男孩子还是要坦坦荡荡的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男孩子，我是男人。嗯。哦。满14岁了吧？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希望你不要眨眼。我也虚弱。操了个逼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我靠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肥？没事，我马上出一个那个解封。放学别走啊！我好像解不了。ADC， 等下给你治疗一下，好，给你化疗一下来。嗯。嗯嗯，我女朋友在充气的，不要打扰到我的女朋友。嗯，不是在你身上吗？怎么又在充气了？为什么在我身上呢？你不是说是你的左右手吗？我女朋友在充气呢，别说话，等下她炸了的。嗯。这谁顶得住我？无处可藏。这些人挺稳健的。哟哟，西，有点燃。哟，死喽！哎，你 K 老板个头，怎么算？故意抢的。你故意下车，你还不是故意的？怎么算这个人头？怎么说这个人头？那你说怎么说吧？我说怎么说？我说怎么说？你能答应吗？嗯，不是很过分的话，可以。K 老板人头是吧？老板游戏体验有点差。那老板怎么样游戏体验才会好？怎么样老板的游戏体验会好？那打完这把的话，你给我发几张清凉的照片吗？清凉的照片，夏天的是吧？在非洲拍的。在非洲拍的，我还没有去过非洲呢。没去过非洲啊？哎，我们可以下。你他妈的，忍你很久了。哎哎哎！忍你很久了，1000块。Nice。起飞了，小姐。还差六个。我已经起飞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嗯，猫葬人士。15、20，你的猫咪玩的还行吗？我刚刚真的只是想下来 A 个盾的。你猫咪玩的还可以的，想到底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女孩子玩辅助不感觉无聊呢？讲道理，啊，是我玩打野玩的比较多，就很奇怪，为什么感觉玩辅助不会无聊？我感觉我玩辅助都会睡着，这是为啥呀？不会啊，因为每个人他玩每个位置不一样，他玩辅助，你们玩其他位置可能就想着杀人，让游戏走上胜利，但是玩辅助的就是想着怎么保护 AD， 让 AD 不死。哟西。嗯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对啊，我来了，我去拿个红 buff。 嗯，你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我是长头发，也不算长吧，中长。中长是吧？你是长头发短头发的呀？我喜欢都行，长头发短头发都行。是你可以说你喜欢我这样子，你好直啊！啥玩意儿啊，小姐姐？这就直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直男？这就是直男了，啊？对啊。哇，哇，伤害好高啊！这一波你试了没有？帅不帅？嗯。我流口水了，流到屏幕上了。
太猛了，我流口水了，太凶了，实在是让人忍不住舔起来，太厉害了。啊，有文化确实不一样啊，讲话都是这种，就感觉就不一样了，确实。你不是一秒五刀，你是一秒万刀，刀刀扎人心扉，刀刀要人性命。这么真实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。你有多重了？我不到九十斤吧。这么瘦啊？我体重一般都是保持在85左右。那你平时会健身吗？平时？我不健身，因为我从来没胖过。我觉得我身材还可以的。瘦也可以健身啊。就是，但是我不想有肌肉啊。为什么要有肌肉呢？健身又不是要健身就会有吧。其实我有想过去健身的，去练臀，但是我一个人我又不想去，我很怕孤单，但是我身边又没有别人陪我去。哦，练臀是吧？对，可以的。我来了，他们打大龙。我喜欢那种水蜜桃的臀型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哦，水蜜桃太秀了。我想知道这是他妈是几个大。我有好多大。我想知道他妈这是几个大。中单的一个大、啊、石头人的一个大，然后那个打 ADC 的一个大。我操，他妈这是几个大。波比怎么说？他们都在集火瞄你的。表妹能跑吧？表妹当场没了。哎，这一波的话就上当了，他们这个大打人可疼了。故意死的，小野，只是为了增加难度而已。真的吗？啊，故意死的。增加点游戏难度、啊、反而会使游戏更有乐趣。哎，对了，那我不然这个局打得太没意思了。感觉我，你知道我啥分段的吗？我大师了。真假的大师？我大师，叫我刚大师来。刚大师。叫我刚母。哪个刚？哪个刚？阳刚的刚，哪个刚？这有个石头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阳刚，那老板看起来很有男人味儿啊！你他妈的这个屌人，直接开大了吗？算了。哦。他直接开大跑了。嗯。这个很烦。哦。发育一会儿，他们有大龙，不建议团。嗯。嗯。来，我去下路带一下。你在我身上吃了不少经验呀，小姐。那我去旁边。等打团，等打团，你再上我身吧。我感觉你吃了我不少经验，本来我都快17级了，你在我身上。你怎么不说本来你快18级呢？确实快18级了。哇，你都15级了，我现在才看到。那不然呢？你在我身上最起码吃了一级。好吧、我的错，但是你不能怪我。不建议打团啊，不建议打团。无处可藏。你要单带秒人吗？是的，单带秒人。凯隐他妈有想法，凯隐想搞我。小心，也被开了。他也有想法。送，神经病，自己要跟我打还自己交闪，真的也有病。打不过还要打，是个屎。要不要我给你奶一口？啊，不用，我去拿个红，别急。来个小红。掐一波，等一下看好了，小姐，我这把是极有可能可以拿到五杀的，不跟你开玩笑。我来了，隐身！哇，厉害！再隐身！再隐身！牛逼！再隐身，八九二 kill，
还有一个。哎，不讲武德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人太不讲武德了。可以，没武德，没武德。要不要公平一下？没有武德，这个人我都说了，我的这把肯定很有机会拿五杀的。没事，下一波可以，我们不着急。屌屌！屌！老板的老板蓝刀玩的怎么样？屌，就一个字，屌。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嗯。真的很厉害，我很少遇到打游戏厉害的老板。打游戏厉害啊。对啊，然后声音又好听，这主要是声音好听。声音好听吗？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就感觉你应该是那种1.8米以上，然后就很阳刚的那种。你干嘛呀？你要送你就跟我直说。很有男人气味。你非要给我送我。男子气概的那种。不讲武德。嗯。嗯。他又不早点送。我不能打暗号，打暗号万一喊了之后他不送，那不血亏了，那太亏了。说了暗号他不给我送，那我血亏，还不如不搞，来个复活甲。因为他已经就不讲武德了。不讲武德啊，小姐，你讲武德吗？我觉得我挺讲的，我讲女德。哦，可以。小姐，打完这把，能不能给老板发几张凉快的照片？老板，可以不要凶我吗？凶你干嘛呢？感觉你好凶啊，就因为我刚刚抢了你一个人头。强手猎奴小野，其实我是禁服啊，不是，其实我是网豪，你注意一点啊。嗯，哦，懂了，懂的都懂，直接推线。女人的终结者，我们杀他，杀他，这个人我忍他很久了，小野你都不用说。哎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想撞我来，你们你来，我有复活甲，我怕你。刚才没有复活甲，哎呦还真来，来上当了，上当了，隐身，给你解控了，隐身，牛逼，准备五杀，准备五杀，隐身。可以吧？给你五杀，我都说五杀了。可以可以。他还不想，对面还不想让我五杀。不讲武德啊，这些人是不是？对啊。开玩笑，实力还是。然后，这个实力跟你讲，有用吗？哇，他们全都给你点赞了，真的好棒！四个队友，你杀了20个以上，那你可以答应我一个哦，那你得给我奖励了。给你奖励啊！奖励你啥呀？嗯嗯，发你的腹肌照片吧。发我的腹肌照，可以。等一下啊。对，你的六块腹肌。兄弟们，鱼巴安排一下腹肌照啊！我没有，兄弟们，大家鱼巴发一下。这一把值不值得你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？讲道理，这个技术没得说吧，兄弟们？咱有一说一，给这个半半小姐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就不要给我关注了，给半半小姐关注一下。半半 ID 是12164575，好吧，等一下跟这个小爷视频一下，行不行？咱们直播间的魔教主人给他关注一下，行不行？不用花钱，又可以支持主播，主播这样又有实力，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一个主播，不值得你支持一下吗？是不是？关注一波啊，关注一波。老板人呢？到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。那你刚才答应我给我发凉快的照片呢？啊。那我发了你就发好吧，你先发一张凉快的照片放在半半动态里面，我去看一下好吧。凉快的照片，对，我给你发张我的肌照和腹肌照好吧。那我没有凉快的照片怎么办？你没有凉快的照片啊，你没有凉快的照片怎么能行啊？那你给我现拍一个凉快的照片。嗯啊，我去哪里拍呀？你家有什么那种？找一下。你家有制服吗？我家没有制服，真没有。那你家
那你有啥呀？你好没有情趣啊，小姐，真的好没有哪情有调，啊？真的你好没有情调啊你。那你有啥呀？啊？我先发一下那个自拍。啊，你发一下自拍我看看，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发在你发在伴伴了吗？好，啊？我发在伴伴吧。啊，你发伴伴我看看吧，好吧。嗯。为了鼓励大家去伴伴去搜索一下这个小姐，我先让小姐发在伴伴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你们动也不动，就反正知道我会发照片，你们动也不动，是不是？这样不行啊！感谢会飞的人送的飞机，下一把准备给兄弟们抽个6000块钱，好吧？大家记得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大喇叭，好吧？下一把抽6000块钱，好吧？给他抽个奖，跟他说一下。发了没有，小姐？我发了，发你了，去我看看看，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嗯，这是你啊，这么好看啊！对啊，好看吗？还好吧。我不相信啊，这是你，你长得这么好看啊！这是我今天刚刚拍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这什个么？很像网图啊，小姐姐啊！这哪里像网图啊？这么好看啊，小姐姐。还好啦，你喜欢吗？是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还行啊，假的不行，啊，你不要，那怎么可能是假的，对吧？我不喜欢骗人。你前面问我头像是不是本人，我都说了不是，对吧？我这个说小话姐很姐的直接的。伴伴 ID 是12164575，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下，非常死过瘾的一个照片，真的长得非常好看，赶紧去打开伴伴 APP，如果没有下载的朋友，赶紧下一个。你如果当个绅士，你连伴伴 APP 你都没有下，那简直就是人生当中一大遗憾了。晚上偷偷摸摸玩这个小软件还是非常死过瘾的。那你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给我发几张，给我多发几张呗。我给你发一下我的腹肌照吧，好吧？来。小姐怎么不讲话呢？喂，我操，这他妈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刚刚不小心按错了，我按到那个 F2 讲话了。你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我给你发腹肌照来。嗯，我加你了。加我了，行，我给你发一下。我操了个要逼！发性感一点的，性感一点，我怕你会流鼻血啊，小姐。留哈赖子是吧？我怕你流鼻血。等一下，那你就要发很性感的，等一下，给你发一张。嗯，你可以的，给你发一张来。哎，操！我哎，发了吗？我发了，小姐姐，刚拍，那个前几天拍的，前几天拍的，哇，真的有啊！哎，还行吧，小姐姐，能摸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你摸5下也行啊，别说一下了，小姐姐。我有点顶不住啊！就让你顶不住啊！来，给老板发几张凉快的照片，我都发腹肌了，对吧？你不应该给老板发点凉快的照片吗？我全身照真的有点少，我要找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给我多发几张我发你了，你接受一下。啊！啊，你给我多发几张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不多发几张照片不太好。长相还好吧？看到了吗？就这，就一张啊。啊！还有一张，因为我身材照真的很少，没有人给我拍照。放脸的也行呗，给我发发你的脸呗。啊！嗯，可以，不过都是好久之前的照片了，我最近没有拍。最近没拍啊？你不会是网图吧，小姐姐？
这哪里像网图啊？哎呀，太多了，网图太多了。我觉得你这个人长相特别像那个网上找的那种图片，真的。